哎呀，你都过来了，啊，说好的事是不是？恁少挣点，我少亏点，对不对？中过去，大晚上来了，也是成心买的。这车是谁的名儿？现在你了是？一会儿你打开那个交管12123，我看一下。今天来新乡宝龙看一台 GM 八，准新的22年的车。这车抵账过来了，抵了多少钱呀？但是这个车抵了还差不多吧，总算没有啥事故，还是个还行呗，能买着钱。有了车，他一弄个可破了车，你卖都卖不成。来看一下这个名牌，21年11月出的厂，22年2月上的牌，2.0排量，尊贵版的21款的车。这底板是那原来人家加了是吧？弄过来都是仿是有氛围灯加了，这都没问题。这来的时候已经沟通好了，全车是原版原漆。然后具体再看一下实车，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18000多公里。现在晚上马上9点了，然后怕明天有事直接干过来了。这车17.4万中不中介？人家给你17.3万，我意思是给加1000块钱。你17.3万，那危险，我当年去问的话，那还90万万，那我这又开了。18万那是封之前嘛？我都有啊。对，因为两个月，你现在过完年的话，这车肯定还会再低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对，我看一下那个手续，大本儿，过了一次。这你把那个状态打开让我看一下，交完12123状态。正常。W90是吧？你这名下车真些。啊，恁这收走之前过到自个儿户下？尽量是俺先卖吧。俺先卖吧，因为啥？因为这本来准新车，我再过到俺这儿又过了2回了，相当于再过给人家，现在过3回了，没法卖了，中吗姐？那你们要是这个情况的话，那得有个期限吧，啥时候过走？15天吧，中吗？走的话你省心，我也省心。对对对，这你放心好了，那个保险就一个强险。不是吧？全险不可能光买个强险。你看保险到啥时候？我意思时间要长的话，商业险如果过到那明年，那可以退了。17.4万不中吗姐？你都过来了，你说好的事是不是？哎呀，17.5万是吧？恁少挣点，我少亏点，对不对？中国姐大晚上来了也是成心买了，因为这车对我给正好大分了。对对对，那保养卡的话，那都估计那用不上了。那肯定用不上啊，那估计你用我，估计搁郑州估计也保养不了。续厂那你是我，除非卖到续厂，有可能人家回去两张。这有可能你是也放里头吧？啊，头一手的话就是一个郑州牌照。头一手是吧？你又过到这儿了。嗯。中介那签合同嘛，就17.5万吧。这大晚上来了，是不是？中啊。